三号房姐，下午后在房姐前面收工。
我们那个五分十秒了哈，那加油的最后计时时间，第三首。第二是王正杰，他是正苗；第三是陈其瑞，他是苗九；第四陈春奇，他是苗九；第五的刘厚才，他两秒半；第六何家豪，第七杨成栋，第八曾俊杰，第九陈宇。陈小陈加油！陈小陈加油！第十李海豪，第一杨少明，十二叶金龙，第三林宇德，第四周慧珍珍加油，陈春奇加油。是否请各位掌声欢迎我？哎，是徐伟。哎，把那个位置给我来。车子拿高，车子拿高。哎，对，好，谢谢。谢谢黄正已经超越了。二号镜头，陈奇瑞也超越了。好，陈奇瑞，好，队友，好。刘浩凯也超越哈，他是。杨超生加油！杨超生加油！陈春奇，陈春奇暂定第四号，三秒。十分钟，
分而已啊，所以说还有机会啊。这边时间要到11分20秒，11分20秒，你这是黄圣杰哈，黄圣杰。这个就连续两年夺得我们的全国总冠军了哈。第二个是刘海，刘海他20秒，第三一是冯文琪，第四杨才胜他2秒，第五个陈一鸣他1秒，第六是20号他12秒，这个就是来势汹汹啊，从后面十几名追上来的啊，每一天都有进步。第七是何家豪他9秒，第八孙俊雄他7秒，吴凯泉加油，吴凯泉加油。第九的是杨兆明啊，他7秒，陈奇瑞已经掉到第十了哈，赶快接球回来了。第二分区，他们陈奇加油，陈奇加油。下一分钟哦，第十二的是叶新龙，第十三都是小徐的林德，昨天用掉12分20秒。加油加油！
分啊，十六分，以上是黄胜杰啊，第二是刘厚才，他27秒6。第三是陈春平，第四杨崇胜，第五的是 Alan， 目前是跑第四了哈，他20秒对上第三的陈春平，杨崇胜已经被 Alan 挤下来，差2秒。第六是陈云，他3秒6。第七何家豪，第八杨少明，他13秒6。第九李凯成，差1秒。第十曾富雄，11陈其乐，12岳金龙，13周世展。
八十秒。第九是陈启卫，第十孙继祥。十一号站好，十二都是等级单位积分。欧阳加油，欧阳！欧阳加油啊！杨少明加油！杨少明目前第六，开始在你后面差三秒而已的。李凯辰在二十后面差四秒七。第九的是陈廷瑞，第十孙继祥。时间来到22分40秒。十一号，赶快！
分三十秒，里面还是黄正直哦，一直拉开了哈，牛肉排还是鸡肉哈，但是被拉开了蛮多的，拉开1600秒哈。第三次陈金奇哦，第四次陈玉仁，差五秒，差五秒的就让陈金奇在第三哈。第五个是杨崇正，他13秒8。第六是李凯成，第七杨少明，他23秒3。第八的是哎呦，第九陈奇瑞，他10秒。第十曾俊雄。行周市长一等大于零零等
最后七分钟哈，最后的七分钟。现在刚通过我们的闪电线，来到我们的东风庄园道中间。过了铁桥下方，准备来到我们的死亡跳台。我们粘在上面了，过了我们的最后大桥哈，准备来到四连跳。注意来车哈，选车注意来车。来，听我的，赶快！住手！剩下六分钟。陈春菊加油！陈春菊加油！来，等我两分钟。
比较有可能有变化。目前黄胜杰领先了3分半的哈，3分半。由后排陈金石跟杨崇顺再进2、3、4哈。最后一分半钟。助手说哈，全部总监加油了。但是前面就刚好换车了哈，不然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，因为每一台都差20多到30多秒的变化。最后一分钟啊，大概2圈啊，最后一分钟。不用加油也跑得完啊。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好。